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又到了我们广西水龙头的单元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前往白银组冠军了，好不好？上来打架之前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角色的属性。同时呢，这一期会称它为是广西水龙头，是因为22.7万的攻击。有一次那个字幕好像是首集的时候翻译吧，他就是打架还是什么，他就自己说他是广西人啊，我怎么知道，对不对？不然平白无故怎么会跑出广西呢？来一个，直接来一个刺激一点的，好不好？来个300万的，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往前动一下咯。321没，我们往前先动一下，大概是要打一个300到400万水龙才有办法跟他抗衡，然后不行的话我们才有必要去强化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。先来看一下展示区，黄金组冠军有了，这边是一个音速索尼克，第三名是 NPC， 不过第一名是活人啊，还有这边第十名有葛洛迪巴斯，葛洛迪巴斯也没有办法跟水龙打了，真的打不下来，哦，水龙太厉害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往前，有没有？现在很多伺服器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啊，我现在换来这个是好一点，但你可能换到另外一个也是一样，就是说中途你看到的他都是半途而废的人啊，留到最后的通常都在钻石组。942，哇，这怎么附近都没有一个人打的，来一个厉害一点的吧，300万的嘛，又来了，又跟第一集一样了，怎么办？我噩梦又来了，我们再换一个伺服器，你们说好不好？不是啊，他给我们安排着一些，这对不对？这个 boss 啊，这个不是我不打，是没得没看头吗？哦，我们来看更刺激，来，你看好这个地底王最后一关了 ，boss 15关到底能不能打赢呢？你们到时候这个台版居士啊，或者马来西亚那个居士跟水龙呢，你们喜欢哪一个？你们感觉哪个更好呢？可能有一些朋友本来说不要抽水龙的，后来看水龙出来还是去抽了，可能水龙太强。哇，豪杰，哎，啊，我的豪杰是谁呀？他水龙有帮他增伤吗？怎么豪杰怎么打了600万啊？我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？我豪杰又去洗头了，而且这很不搭，有没有？这武道大会的角色两个站在一起，两个是敌又是友，啊，760万还是没有问题，差一下，啊，跟刚刚一样，这好像可以收尾了。好，第三波，最后一次的梦境之灾。又来了，还好刚刚那场也是300多万，因为血到见底了，就看水龙这一波了，啊，没有气了，我是一格气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又恢复了，还好，再来还格挡嘞，给靠过去，格挡再给他打过去，贯穿了，真的是贯穿了，本场战斗实在是贯穿了，啊，这水龙的魅力把15关都给他拿下来了，拿完了，你看他有道具了，对吧？这个有道具了。我搞到一个金色的卡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属性啊，我们去看一下哦，就是征服卡，拜托啊，攻击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好不好？好不好就好了，你支不支持？支持是不是？好，你支持就一定是攻击。唉，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啊，而且你看他够狠的，他这点怎么会是这样子啊？我好不容易拿到一个，我以为我要起飞了，然后你看我的起飞金色弄上去，我马上就25万攻击了，对不对？我靠过去就3000万了，我还会在这边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早就起飞了嘛，这护目镜我不要了，我要别的啊，我护目镜已经很配件很多了，长裤可能还可以。哎呦，爆伤哦，爆伤好像不错哎，我们哎比我们原本的好啊，爆伤挡更痛了。OK， 本来那件的话给他踹出去，然后把这个爆伤给他顶起来，爆伤给他加上去强化，是吧？刚刚那件不行不如意，没有关系啊，人生没有百依百顺的啦。我这爆伤开玩笑，有如爆伤大爷一样，18%耶，爆伤18%，哇，这个等一下打过去要3000万了，这打过去可能真的是要2800万-3000万了，这3000万，我又来了。啊，广西水龙头又回来了，然后现在看一下哈，好像是到了还700名啊，700名的话，这附近黄金球乔泽啊，这个一拳超人有很多角色，是吧？你们应该都看过一拳超人的动漫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我真的是不大喜欢看动漫，所以呢，当时能够去看这个一拳超人的动漫，我是倍感荣幸。好了，这个542名，再刷一次。没有的话，我们有了，啊，葛洛迪巴斯84级，然后我们蓝色水龙，但是我们的水龙很强，水龙会赢喽。
因为水龙有步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打过很多战斗了，而且更何况我们这个还是高速列车啊，这真不是开玩笑啊！700万后面就更痛啊，格罗尼马斯的牙齿都露出来了啊，牙齿都露出来了。OK， 这边还有一个旧版的怪人化，哎，不对，是爆山啊，不是怪人化爆山，它还没有启动成爆山。哦，220万来了，金属骑士，上一次我们打输记得吧？今天要赢喽！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金属骑士拆下来，我们的速度有了，我们速度是比较快的啦，应该没问题。有了，哇！结果他的僵尸侠先提速了，先启用起来了。不过我们水龙还好，还比他快，还闪避耶！哎，还闪避耶，没倒耶、啊！怎么会这样子？哎呦，差点要输了，不过还是倒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往前爬，423名，539名，我们再换一批，179名。哇，这里有一个居士，36万还不是很高，不行，要打高一点呢。有了，300万的水龙，不要说狂人每次都欺负人家哦，有没有看到160万？这一次如果狂人打赢的话，就说明我们是真功夫，是吧？他速度还比我们快，同不同意？好，这广西的水龙头啊，不对，这个是广东的，右边嘛，右东左西嘛。哇，你得踢过3000万是不是？哎，你这太可恶啊！一波流，最讨厌人家在我面前是搞这个一波流的，你以为就，是吧？我们也搞一下。哦，一波流是吧？来，我们先这样试一下。假如说把它放下来，然后纯粹，哎呦，最近还有闪呢，加生命加格挡，有没有？604，有点快。这样子我们速度应该是比较快，不过不知道拆不拆得下来。看一下两者之间，你看我们速度超车了，哎，有没有下来不知道，因为攻击降了一些了。水龙，250万，320万。又来了，本身还突破不屈嘛，那刚好水龙有不屈，哇，这一头没有踹下来，不过我们多了三个护体，这样子好像行不通哎，没有办法，那速度快之外，你还要有硬底子，所以这个玩家算是厉害。通常遇到这种情况，只有一个方式，我们能够很快就可以解决它了，把这件给他穿回来，这样就打赢了。好了，准备宣布赛果。这个对手啊，实在是不是开玩笑的，有没有？你看我们特别抓一点速度，人生茶杯凉，人走茶杯凉。好，打了一下，又来了，这次有了，哇，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他的水龙好厉害哦，我们踹不掉他耶。看我笨蛋啊，我知道原因了。再一次，你们看看狂人会不会赢哈？只有你会摆前面了、啊，原来呀、啊，来这一套啊，要攻略不讲一下，是不是？把放在前面去，搞什么飞机？1500万再给他踹过去，有没有？哎呦，我的贫血是不是？我应该是要，等一下，本来是拔了二嘛，对吧？拔了二，爆伤，拔了二嘛，爆伤那件回来。然后这件攻击加强，然后速度上提，这样子，这也是一个方式哦。启用爆伤，这次把它给踹下来，同样是水龙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这样子饶过你呢？是不是？这应该是要我们赢啊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是你赢呢？开玩笑，这广西的来打哎，不对，广东的来打广西的，有没有搞错？吹过去，本场战斗。哇，怎么差一口气啊？广西在这边等你啊，来呀，怎么样啊？我水龙还活着，怎么样？来，哎，哎呀，不行，再来，这次要收头了。他刚刚运气好啊，我们的爆伤之所以是爆伤，它就是有浮动嘛，对不对？不然怎么会是暴击伤害、暴走伤害呢？再一次，给水龙先内伤了，有了，再给他吹一下，再给他吹一下，哇，就差这么一口气哦，而且他打得好漂亮哦，哎，为什么他会一下子先，哦，他打到4000多万去，哎，
可以啊，大佬，你可以啊，我可以拜你为师吗？我们是真的是输他了，我就可以打到4000多万去哦。先别吵，先别吵啊！好、哦，你要这样子搞是不是？那么我也没办法了，我真的是控制不住了，我们要来激发了，来了，誓言版的水龙啊，继续睡呀，没有30级啊啊！我看一下，我想一下，让我想一下，让我想一下，不是30级要花时间啊，那20万。哦，我刚刚有降了一些，这个先弄一弄，先弄一弄，弄一弄，多一点点就好了。我们先踹下来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其他的有事再说，我们再把装备换回来。紫色的水龙21万，可以了，这样一个拿得下来了吧？哎呀，他刚刚踹了一个4000多万，我们队觉得4000多，对的，我们把4000多万的水龙给踹下来了，这不是我自己说的，这事实哦。哎，哦，刚刚他是这个阵容是不是？他要摆杰诺斯啊？那我知道了啦，我们换暴三不就好了？我干嘛那么傻傻的、啊？对的，我怎么那么笨啊？不是头脑不会转弯啊？再给他踹一下，我去！他这一滴血真是残忍啊！来呀、啊，给你踹呀、啊！哇哇哇哇，漂亮，真的是漂亮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觉得我们脑子真的有点问题，为什么要一直？对不对？你打不赢你就换核心嘛，你为什么要一直？这世界上是只有僵尸侠是不是？对吧？那个什么武装啊，豪杰啊，这个。对吧？科技的，好，我们稍微弄一弄，来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再一次，可以了吧？这有了吧？你们看一下，好，复习一下，暴三，暴走一回合，开始的时候伤害提高 20%， 然后我们又搭载了天空王，所以这次看来你是难逃法网了，我们要亲手逮捕你了，来，有请。广西水龙头对决广东水龙头，4000多万水龄头，给拆下来，4000多万，还没，先给他再过最后一下，哇，他又打错东西了，哇，这失我的水龄真的是失智了是吧？哇，这个真的是，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啊？我快破产了，我要破产了。那花了那么多钻石都打不下来是怎么回事？加了20%的伤害，还是没有办法拆下他吗？是不是运气问题啊？你这个打完了之后，后面一下给他吐下吧，吐完了之后再给他收拾吧。哇，越来越惨呢。好，走，有了，来了。把不灭之盾再次得到启用了，我们又在启动完成了。狂人，哎，我怎么还差一个啊？为什么我的身世是这样子坎坷啊？哎呀，你快点啊，给我直接招出来了，我不管了，我要打架，紫色的就是了。好，紫色就是了，我不管了，说好了。这个是他吗？我是要英雄还是要怪人啊？我突然忘掉了。哦，我是要怪人，没问题吧，大哥？我有怪人哦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真的有怪人，我好几个哦。好，这招出来一个跟吃饭一样简单，非常简单的，快来了，快来了！不要着急，哇，4张有没有看到？持续伤害有没有看到？来来来，是10张哎，有没有？不是金色的、啊，再3张，那、啊、可以一张，这个剩最后3张了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什么事情都很好，等一下，哦，他们也不懂为什么换了这个核心怎么更差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本来是僵尸侠，感觉还好一点。对吧？然后科技角色我们摆一只上来，然后武装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，我们换成僵尸侠的啊！我在干嘛、啊？我们换成僵尸侠，走。怎么会一直打不赢呢、啊？奇怪，一直吃钻石都打不赢呢、欸。按理来说，这一次我们广西的应该是要赢啊，650万，怎么回事？对啊，就是再给他再。
再最后一下，这一次我哇，这还有一口气，哇，这广东水龙头实在是厉害啊！是不是他这个是不屈的关系啊？哇，有了，有了，还真的是有了。你们记不记得？来，我先把这个战术卡冷血，我们先给它打开，然后天空王先把速度给掌握起来，开头先给他的水龙晕眩，水龙怕晕眩，记不记得我们当时遇到金楚骑士的时候啊，真不是开玩笑。好，这个下来，这两个是速度的嘛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我这里的话，我们穿攻击这件回来，还有这件，不对，我们再搞一件这个加暴击率的，然后这个有没有看到速度？速度一件、两件、三件，这样子，这样速度绝对是高过他，应该是。然后等一下去布阵，走。这一次终于要拿下来了。好，我们就把天空王放在这里，然后同时呢，这个核心直接转爆山就好了。我们要能量，开局直接给他一个晕眩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有这个冷血卡 ，OK， 没问题了。这钻石浪费的也够多了，该收下来了。天空王速度没他快啊！又给他秀了，都是他在秀。哇，他这个还有原始的属性啊，因为他有这个，就是这个里面有没有拼图？里面他有一些有加超能，有些加东西的，所以这个速度还不够快， 47。好累哦，我觉得好累哦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们这边还要再去抽一些，我得先把它弄一弄。真的是为了要打赢一个人弄成这样子，你不觉得很没有意思吗？对不对？玩个游戏而已，有必要？没有必要嘛，对不对？说没有必要的人一直在打人家。哎，真的是，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好好的台服不玩，哦，不玩，然后在那边弄这些没有意义嘛，对不对？加个七点，加个再弄一弄，还不是这样子？你可能有一点点概率，还不是百分之百比他快，还要再花360啊，这样太伤本了，根本不用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也比他快了，来了，我来了，还有命中率的问题哦。快点晕他，晕他，一要晕到哦！你啊你啊喂，你真的是，哎呀，这人血卡也都没有晕到啊！你们这些是来乱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不要再乱了啊！快去晕他，快晕啊！哇，又飞掉了，可怜啊！好了，再打最后两场啊，没有钻石跟他耗了，打不赢了，投降了。他是厉害了，你想说晕他吗？可能吃这个防晕的嘛，有没有？哎，为什么他这个抵抗抗性那么好？上面要写抵抗哎，不是晕疫苗人啊，你晕疫苗人干嘛？随便你了，随便你了，最后一场的啦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啦，我不知道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啊，弄到破产啦，弄到破产，怎么样都打不了啦，哦，打不了。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通常都最后一次就会赢了，很奇怪。哦，读取读了很久，看来这次我们是势在必得的啦。晕不到水龙哎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哦，舒不舒服啊？广东水龙头，我问你舒不舒服？舒不舒服就好了。不是很喜欢 PK 吗？哇，我的爆山怎么变500多万了？哎呦，过去。广东水龙头不能动啊！啊，这个广西的来了啊！广东不能动啊！等一下再来，再给他啊！我们是有点没有武德啊！啊，真的是好解拳！广西水龙头又要打输了，铜钉敲一下！哎，怎么就打三而已啊？僵尸侠
又来了，又晕眩，晕眩，晕眩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真的是完蛋，真的是完，有没有办法？怎么还没有追掉啊？他这个一滴血怎么活那么久啊？快点啊！不然那个5000多，你再晕他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哎呀，漂亮啊！通地 S 级英雄，我的护体是满的，可以啊！哎呦，这个真的是厉害，可以啊！我终于打赢4000多万的水龙啦！人走茶杯凉，这名字还真的蛮好听的。好了，他真的好厉害哦！哦，他好厉害。那么明天可能就被他打下来了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我们也献丑了，好不好？最终还是要打赢这个水龙头了。好，我们才是正版的水龙头。那这个水龙头其实他是正版的啦，我们真的是不能说大话，他太厉害了啊！这攻击力这个打了4000多万，你们看一个新手账号。战力才2-300万，可以踢4000万呢、欸，这个数据也是多可怕，有没有？老手有的时候打一些角色，像龙卷啊炸过去，也许这个后来有看到1亿或什么的，但是你要想4000万在这个新手账号，是吧？这白银组就打4000万了啊，黄金组吓死人了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告一段落了，我是狂人，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哦耶，我赢了，大家拜拜。